工人，大家早哈，大家好，大家辛苦了。我们现在进行第35次会议啊，首先请秘书长来宣读三十四次的会议记录。宜兰县议会第18届第5次大会第34次会议议事录，时间106年5月25日下午20:30，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3人，列席人员县府民政处长邵志奇等局处长5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4人，来宾各报及各电子媒体记者，主席林副议长其三。记录林玉贤，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33次会议议事录。三、主席林副议长其三报告。据陈议员胡山提议，而后休会期间，本会所受理本县自治规则查召案，应先转送议员知悉。讨论事项，讨论法规案。一、政治第18-023号。修正宜兰县政府组织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一案，请审议二读会，大会决议退回原提案单位。二、政治第18-024号，制定宜兰县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请审议二读会，大会决议修正通过，如附审查修正逐条说明。三、议制第18-003号。拟具宜兰县议会场地使用管理办法草案，提请大会审议二读会，大会决议修正通过，如附审查修正逐条说明。四、议制第18-004号，拟具修正宜兰县议会组织自治条例第6条、第9条条文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大会决议照案通过，如附审查修正条文对照表。散会下午4:47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就这样来确认哈。好，谢谢。另外一个报告啊，好，来，请来上签读一下，来报告案来唐姐俩。宜兰县政府来函，中华民国106年5月23日。福井公制第106002844-3号函，主持本府警察局长詹永茂因参加106年5月26日2017全国反毒反诈骗策略论坛颁奖，不客出席贵会第18届第5次大会，请会议同意，请查照。局长请假期间，职务由副局长陈朝新代理。当时啦。请当时，请今仔日。好，今仔日啦，今仔无啥物因的代志，好，同意啦，哈。好，安尼，好，来，邱议员。啊，大家主席、董事长、各位同仁，哈，咱这次大会期间，哈，有受理到咱县政府诶财产处分案3案，哈，府财产制第106007-3354、106008778，啊，到106008779一三个。财产处分案，因为具有时效性，所以请大会同意列入本次大会讨论议案，并排入议程讨论。这三个案子分别是逢来国小哈，也操场诶爆拆，啊，够渔具中心诶爆拆，甲渔具中心的所谓委托管理案，以上请。李处长，这是当时再来的。好，三个案子啊，那请问大会。是不是就当有迄个急迫性，赶紧暑假是要拆吧，好不好？啊，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始吧？啊，咱下晡讨论的事啊，啊，都当然来个处理啊，好不好？啊，就是即马个来，所以无经过程序委员会，要进送大会就对啦，嘿。我当然你若好，我就来念啊。好啦。对啦，我叫念，大家听一下，好不好？念，大家听一下，来，来，你来，议会啊啦，都昨昏也昨日才来啦，啊，所以没有程序会啦。啊，程序会无落，那会怎哩？啊，拜托。
啊，拜托都都。啊，就是来直接入来大会，大家也同意，就直接好来大会、啊、来。怪怪啦！我伊即马赶紧，你就是无你就无。大家都赶紧，什么无赶紧？唔系安尼啦，下个。我啦，我听主席啦。啊，你唔好征求大家来同意，你唔才会入来。我即马听候大家听。啊，你即马都有人登记，我嘛在讲，人为嘛在举手。我甲伊讲听，我唔是甲你争执。如果后过若一届，话我若拄着安尼事，大家嘛爱接受，安尼就唔正算。你袂使，你就依靠啊，别人就拍车啊，安尼袂正算。好啦好啦，对不？对啦。爱同款公平的起见，袂使讲咪讲。对啦对啦。你就依靠啊，别人就拍车啊。袂啦袂啦。好啦，我来念一下，念一下，念一下，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啦，来报告一下啦。好像。奉了主席一向到位报告，有这三个案子哈。那个第一件是本县苏澳镇黄乃国民小学那个经管财产超那个超那个超场的那个财处案。第二件是那个宜兰县渔业管理所经管现有建物的那个财处案。还有第三件是那个宜兰县渔业管理所拟以附带条件方式捐赠方式新建新南澳渔业记忆协那个研习中心。并提供赠予使用者新南澳渔业及研习中心二楼建物，这是要那个无偿提供使用的。是，好了，陈站长、陈议员，这个案，这个要做南澳啊，要做那个要做咱的渔业管理所那个吼，那个案吼，咱地方管政府要底下说明会。地方都还未开说明会啊！啊，你这边就做要经过大会，我反对啊！地方都要开说明会啊！啊，你就直接要先提啊！啊，无经过啊，无经过咱的会，哎、啊，用地方论坛的。好来，来歇睏一下好不好？歇睏一下，搁去了解较详细啦，好不好？好不好？歇睏一下好不好？好来，休息。
好，同仁，谢谢哦。我见啊，无咱要下晡走，要讨论这个议案，走要进行这个处理，迄个处分案哈。啊，下晡再个讲啊，先加强来沟通啦哈。下晡要讲啥，你唔先讲。就是拄啊，即个代志。要何时吧？我何时吧？你那个。下晡再决定，即个就未决定哩。咩也未决定，即个卖何时吧？就卖何时吧？啊，卖何时吧？卖何时吧？啊，你讲大家拢乱呢啊！你那出现你变啥呢啦？我都拜托一下何时吧啦，安尼啦，大家。对不？再加强沟通啦，好不好？啊，咱就无爱，咱就无爱。我来讲啦，我来，安尼乱呢啦，整个议事程序拢乱呢啦，对不？啊，刚刚咧，我来讲，管政府临时提案了，你都爱何时吧啦？不过什么案啦？有急迫性的这。拢有前例啦，急迫性，我那个急迫性，当开会那一天就开始了啦。做董事，大家互相啦，大家地方嘛，基本拢一定有这个代志啦。啊，地方嘛，今日应应建建，会当做，啊，唔是爱加开钱，会当做，赶紧来好做。如果是咱到，你先嘛起来，我你讲，你啊管副工，先嘛有什么案件提提是吧？莫过提提临时会来啊。哦，啊，你啊赶紧提来，几句啊。较紧的啊，总，迄落总联络人啊，有诶较紧的啊，会补做一个啦，嗯。唔系啦，好啦。用说明的，咱个上个议会，哦，也是咱经过程序委员，大家在个讨论细节。啊，你袂，你袂使讲直接都上来，因为我如果即讲答应讲，国管政府来个地方开说明会，我安怎？哦，挂在政府里面，挂安怎？甚至我来到拍拼也无紧，四界创啥拢也无紧。我已经在这两三天，拢地方共拜托啊，讲地方管政府，你这个案地方所有的我即身有一个疑问，拢唔知这个答案，我就非常的对地方袂当交代。啊，地方管政府，我甲管政讲，管政讲，无是地方甲这咱这个叫做。拢会有这个做处长讲，无地方先开一个说明会，啊，再来甲进行。好啦，我你请坐啦。咱当然甲要求啦，甚至甲定期讲，一定爱来开说明会啦。说明会嘛，开甲大家支持吼，再落去进行啦。这咱也同意，是咱会使甲做这个附带要求嘛，附带决议嘛，安尼好不？我好地方好意，都地哪都你做啥，你无共管呐？好，好不啦？好几话好不啦？好啦，下晡再来进行啦，下晡再讨论的，再一并来讨论啦。我解释，我有意见啦，你管不要紧吧啦。好啊，好啦，我无都我甲你，无下晡讨论的时再甲你。附带意见讲，你有要求讲做吼，一定要进行说明会啊。第二讲，你表示反对意见啦，拢甲你载明啦，好不好？好，安尼就安尼来同意啦吼。好，啊，继续来。好啦，咱即马来进行个组织条例，还佫有一个案啦吼。迄个，违章建筑迄个处理的自治条例啦吼。好来，那个。主办单位请列席啦。好，议事人员请开始来。请各位议员参阅政治第18-018号案。好，政治第18-018号，制定宜兰县违章建筑处理自治条例，继续请参阅条文对照表。您制定条文法规名称《宜兰县违章建筑处理自治条例》第一条，宜兰县政府括弧以下简称本府，为加强处理本县违章建筑，遏止新违章建筑之蔓延，以维护本县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及市容观瞻，特制定本自治条例。审查意见法规名称《宜兰县违章建筑处理自治条例》第一条，照您制定第一条条文通过。这个的处长哦，你即马咧，咱定这个自治条例以后，那你原来宜兰县政府。违章建筑影响公安全执行计划，啊，宜兰县政府执行违章建筑查报作业原则，啊，搁再
取缔原则加，这些到底是要做一个整，还是说做一个废除？请说明一下。好好。大会主席，议长，还有这个议员哈，有关于我们订定这个自治条例，是因为我们之前就像常议员所说的哈，就是我们有宜兰县政府执行违章的这个取缔办法，还有相关的执行要点，总共有四项，我们来进行一个整体的整并。那这个部分如果自治条例通过之后，这些办法就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废除作业。好来后。好来，处长，既然您今嘛那里有那些资，那里法规嘛，好了，那里有治安难行的地方嘛，有没有？都跟你讲遐，有没有治安难行的地方啦？对哇，所以讲这个自治条例这加加定的，来我看退位啦，无咱定定吼，咱去按背书是无好啦，好以上。您起码地，你现在在执行取缔当中，有没有治安难行的地方啊？你若无就叫您原本的话，你这自治条例就不要拿进来了啦。好，王义雄，处长再说明一下好不好？我讲。来，您演啦。处长，你定这违章自治条例这吼，我讲这无法度啦，你做袂到啦。就是讲，咱政府叫你是，咱的容积率、占比率偌济，叫你创好。创好了，恁有法度执行甲到，无好啦。恁定定了，恁有法度去执行哦，无法度啊。我是感觉你针对哦，上条即起厝的进前哦，爱讲好嘛。恁即摆是讲啊袂好啊，好啦，即摆定落啦吼。恁固定就照这样定啦，是议会定的啊，对哦。我就照议会定的，照议会做啊。安尼敢对？安尼对阮是不忠的，对哦。我是感觉要定好，百姓叫百姓要安怎来收啊？你一法定好，叫百姓安怎来收法？安尼才是办法啦，对哦。你即马就好啊，即马新的农舍同款啊，恁做落去，有诶也是按照安尼做啊。好有呢，就是种歹有呢，恁要拆要掠，对哦。大间诶唔敢，细间看啊拼，我是感觉不对啦，爱讲公平啦。对，对社会才会交代的啦。我是感觉这是吼，自治条例当然是，我有在这是想讲，恁违章的就好啊。我先来讲，恁违章的店人讲违章去孤单啊，都无效啊。大家拢去起哦，起到三四楼，拢要完成啊。安拆地堆去厝顶啊，拍一空，安尼敢对？对，你要想办法，是安那政府我都做到百姓，你要起违章的时阵，伊唔敢去。大家拢会收完，我都做到这点，甲提出来点，我是感觉这代志爱安尼来做啦。我讲一下，建设署你嘛真瘾头的啦。本来恁家己咧舞的，输在恁舞啊，恁要安怎拆就要安怎拆，要安怎定就安怎定啊，恁家己创的，输在恁创的，恁即马创出来遮，其实。是，这才是咱的权利啦。咱到底要安怎互伊拆？要安怎是定自治条例？这嘛正讲咱的武器甲咱的权利。哦，怎啊甲定落？伊就定着，伊就爱照安尼啊。啊，无伊就照原本只，就在伊下在伊唱的啊，在伊定的啊。要点办多啊，都拢应该自治规则，应该你去创的啊。我讲实在是安尼啦。我讲有没有通条吼？咱的权利，咱要执无？要到底要安怎互伊定？要互伊定安尼也无诶。当然，你这个自治条例内底就会使来见真章啊。吓，若无诶，伊就照安尼伫下伫唱啊，在伊咧舞诶啊。伊就照你原来这三项，伊就。不拢要安怎跳顺序啥吼？该跳无该跳，就拢伊哩注意啊，伊盘子伊哩念啊。啊，你怎啊甲定落？也是吼，吼咱，吼来甲看卖啦，好不好？无啦，我讲恢复，我讲安尼啦，我建议啦。嗯，我建议是安尼啦。现在咱那里宜兰县的那个容积率啊、建蔽率哈、啊，是比内政部的版本还要低嘛，所以讲。
先咱的容积率甲建蔽率恢复内政部的版本，咱再来讲一下啦。啊，无你怎，准你讲民众一定要起违章的嘛？是不是啊？我咱就甲讲话啊，法制倒一条是就甲讲话啊。无啦，袂使安尼啦，你即嘛条目内就都甲讲话啊。无啦，我袂晓点，我无法搞点法令啦。嘿嘿，无你无哎。你要主主席，你也定啊！我再讲啦，我倒一条是，我再来。无啦，你即马讲啦，你安尼我袂晓啊。我都要念看，到倒一条是再来讲。啊，就先卖定就好啊！你就拢点咱出来。我讲就好。局长啊，局长啊，议员你遐个无你支持，咱议会定定的来。局长啊，本地倒看的嘛。本地违，本地的违章建筑，毋是有伫拆。有啦。啊，有伫拆，恁都有迄个。行政规范定的啊，啊你搁定这份吼，对啦，定啊定的嘛。伊本来就你无看说明吼，伊原本就是吼，宜兰县政府取缔违章建筑执行要点，啊就行政命令啊，行政法规啊，宜兰县政府处理施工中违建查报局。对啊，这都免上来，咱以为个，以为个过来办什么自治条例啊，就解决啊，你如果讲就解决啊。违章建筑修缮办法，其实变作真混杂啦，吼啊。怎啊发到八百条、八百种啦？伊即摆只是甲会整起来做一个自治条例，较完整者。啊，其实嘛是一种对议会尊重，互咱来同意变作法律啦，变作办法啦。其实是一个。啊，那都咱背死啊！你讲啥？我爱听讲议会安怎听？啊，咱老。你老啥？你讲诶。啊，咱若无爱学听，咱即摆伫遮。啊，都嘛，都卖监督啊！你人。好来啦。一定，我拄啊，不哩赞成你讲者，对吧？咱种有讲的，咱你若讲讲，要叫咱议会陪审哦。伊即下摆只是讲，我即个议会通过的，到时咱议员会长更了，咱了所了解，要是拢找咱啦。啊，到时讲咱通过的啦吼。而且我讲，不只是讲咱老尾，咱对内容咱家己较详细。我记一个咧第二条内底吼，我先举个例子啊。第二条内底诶，第三款内底。施工中违章建筑哦，第三那里啊，在这上下标题已完成而尚未搬入使用者，伊咧是施工中建筑，我甲给大家报告。接着哦，第二五条内底，建筑未经申请县市政府同意啊，不给执照，不得这个新建或拆除使用。第十六条、第八十条讲，你违反第二五条，你家己去起诉，就是违章建筑啊，是或者个建筑物造假，甲这个。啊，迄、那个热力补办手续也是拆除尔，但是啦，施工中的建筑物，叫叫的话，九十三条是有刑法问题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吼、哦，啊，佮其他的罚款。所以讲，起好物件，伊就要讲，就是讲施工中的建筑，这个刑法跟没有刑法差很多嘞。所以按呢，你讲你糊弄啊，你这边来定吗？到时赔死嘞，所有起好，要么是要大，落个三万年。啊，到时拢咱通过，要安怎？你都办法，你都甲调整啊。不是调整问题，我是讲应该，若要叫咱预备死，应该咱创个小组深思一下，对不？啊，一个只要讲气候，一个违章建筑内管尔，先去叫伊拆除补缴。伊只要气候了，袂就大用石头甲来处分时，会法律走袂了嘞，拢爱去破用嘞。来，张前议长，主席，各位同仁，现、这、在、个、办法了，我是讲严管的违章太细，应该是处长你一定要创一个制度出来。即摆就是下水道，拢是违章未过，你若是一创一条会通的代志，以为。那你即摆超过这呢？你若无啥去执行啦，啊！你搞他搞这议会负责，违章应该拆除全部要归业主处。你定你制度创好创出来，你后壁防火巷最少米半一定拢爱拆，逐间拢爱拆啦。啊！无你即摆你废水未完成啊！废水这么多，废水投资几啊百，卖讲去加几啦，原来来几百个，啊等于零啊！啊，你后壁无个拆米半，最少也是米半，不管啥人拢爱拆。大家拢医生发言，在议会跟你讲声，
第二要解决这个废水方的解决，哦，这你有职务啦吼。第二啊，搁创起来拢无啦，沿管的违建，逐间拢有，包括阮兜那违建，啊你捌来听？迄位拢六十年，迄个当五十年。我是讲你来彻底一个解决，啊，互议会甲你斗袂死啦。第一，爱解决遮个废水啦，废水无解决袂使哩啊。对吼，议长啊，这废水吼，看要来过一两天米半，还是米，后壁三人来听，咱议会甲斗下手势，啊，无当初遮尔济废水啦。那未解决啦，吼、哦！啊，那厝尾顶个三四十年啊，都厝尾顶来先搭这铁柱，讲惊老啦吼，惊老风热，这摆去拆，要不啊无烦恼啥？啊，拆嘞，有个啊来啊个到背时，啊你来给提起来按来记下，你应该正盘去想，眼光到处这里结婚税要啷个到解决？啊，你拆以为？伊个到处杀人来滴啊！我哩废水未过，伊拢发呢，报发呢，啊！伊个送基础，你提就调离出来，伊个哩到处。哦，那安尼来，我相信会较顺势啦，好不好？我想讲，这违章哦，贪个真大，确实大，拜托你会当三思啦，好不好？吼。好来，所长，我记得县政中心，你知道？后壁拢无人去违章诶，即规划当中，我着向林望金做局长诶时阵，要求讲爱互建筑师知，你厝起落了后，灶骹未使起落后壁。即卖拢后壁拢无去违章，部分违章后壁拢无人接，即卖有人接，无人接，都是恁诶政府法制无好，遐人拢未去违章啊。到即卖拢也无去违章，即卖恁内底也有一挂对我吼无好的人，那可怎啊？恁内底也有人即个有小可违章，恁拢甲讲，迄林世明讲的，林世明讲恁拢去违章袂使，恁拢用即款的恶毒的字眼安尼甲讲，互恁讲也无要紧，做人爱凭良心啦。恁问恁遐科员，看有人讲也无人讲啦。一个建筑师，建筑师来甲确定来甲问啦，对无？指名我敢，所以讲有只恁家己唔去做。该修法唔去修法，你拢求神让我老百姓啊！县政中心即摆有人去违章啊，后壁有人去哦？无啊，是小违章啊尔，小违章甲什么关系？着打一什么花啊尔，伊也毋是啊接后壁啊。所以讲咱的政府哦，无能力啦。你要从县政中心啊管理又好，上敢去违章啊？去一间甲讲一间，上敢？你唔敢嘛？啊，即摆好啦，准达拄我院长讲的啦，前院长讲的。宜兰县倒一间无违章，逐间也违章，阮倒也违章啊，倒一间无违章。你用选择性的呢？歹就是安那，我检举局长因兜，啊，你就讲啊，人来甲伊检举的，无拆恁兜袂使，安尼敢好？对，变讲咱政府变人来拍手啊，安尼唔好啊。我就感觉吼，针对吼，当恁执政党，恁即马执政过年外尔，听啊，后下看送县长条，看要安那来改，甲来改，恢复。哎，迄中央政策啊，融资占比例拢恢复甲中央同款啊，哎，那个较来改啊，较来信啦。我无特别意见啦，就是讲我拄仔讲过啦，其实伊是甲因家己个行政命令、行政法规提来，咱规做出一条咧，互咱议会来哦来审议啊。咱议会当然同意无同意，咱拢会使来甲主张，甚至包括张副议、张前议长，老大拄仔所讲个。成功嘛，为着污水的公路，吼、哦、要爱互会通的，迄款要优先伫一米，拄仔你讲的偌济一米半倒来底，迄要优先第一来拆除的，即款都甲落落去啊。哦，这是我的想法尔，对毋对？大家知道啦。我来歇睏一下，我袂啊，我无特别意见啦，好无？小心。我来废水的，个废水的解决啦。
好，同仁请就坐哈，同仁请就坐，然后我们继续开会哈。啊，那个经过刚才的讨论哈，那我们首先欢迎哈东海大学校友会哈来立宜兰县委来参访哈，欢迎你们哈，谢谢，好，欢迎了哈，好，好来，好，哎，经过诸家的讨论啦哈。啊，大概意思讲，这知识体大吼，希望县政府吼会当甲社会各界吼多对话啦吼，啊，大家啊，甲分会同仁啊，搁较详细来沟通啦吼，做一个搁较适当吼，啊，搁较完整的一个吼，既然要定法律啦吼，爱搁较周延者啦吼，啊，包括拄只张正义长所指导这马一党。哦，是毋是这样？我那个纳入来啦，因为无你即马一挂污水讲袂通，啊你也无在了听，所以什么程度内底一定爱听，甚至是最优先爱听，所以迄个公路在有法度吼、哦、来进行啊咧吼，包括遮拢一并来纳入来考虑啦吼、哦，做个较完整的立法，啊所以这个案咱就退回原吼原单位去重新来研议啦，吼、哦。好，就按呢来决定了，好不好？好，议长听命。好，好，谢谢。那建设处可以离席哈。好，咱即马就咱这两天来有通过法案哦，条例哈，啊向大会来报告来做来进行三读了哈，进行三读。好来。好，政治第十八字点二十四号，制定宜兰县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三读。好，照二读会，意见通过了哈。好，三读通过。好，议字第十八之零零三号凝聚宜兰县议会场地使用管理办法三读。好，三读通过哈。议字第十八之零零四号凝聚修正宜兰县议会组织自治条例第六条、第九条条文三读。好，三读通过哈。再来查照案，这张案，这张案，是不是都到一个阶段吼？啊，来歇困一下，来歇困一下了。哎，主席哦。哈。嗯。我有一个迄个疑问，阮真济安尼落是哦，下摆吼，拢唔免经过程序委员会，直接都。委员无，我咱只举举手，啊，都互你杀入来，安拢你杀入。啊，拜这个案吼，这其他案有一个报告啦，这个案未使讲直接都，我拢无做，一定爱程序委员会嘛。啊，拜无程序委员会解散啦，你要过拢过啊，啊拜程序委员会拢解散啦。有几百？你啊，怪伊你未使啦，做主席，俺头跟侬安尼，这头只也袂使啦。嘿，拖也袂使安尼啦。你这程序委员嘛，啊无程序委员拢解散啦。啊，你去试看，你无嘛安尼啦。好啦，来甲你报告啦吼。你安尼好无？下晡你要值班唔值班？下晡。无啦，袂使啦。嘿啊。无我咧报告啦。无啦，什么下晡啦？迄个，我咧讲啦，议程已经安尼去进行。啊，已经就是，我都宣布啊，就拢大家拢无意见啊。怎么无意见？我就是我真清楚的讲，就是这个案吼，因为有迄个急迫性，就可以举办，可以举办。啊，你个人，你再真清楚，你就主张讲，哎，你有反对意见，帮一定爱甲你载明，哦，这我有猜，哦。即我有猜啊，啊所以即个下晡的时候就足清楚的，就是讲，可以入来议程，可以入来大会，啊讨论的是，你要所主张的，拢一定个载明你内底，即第一啦，啊第二你也知啊啦，总有急迫性的进送大会，太多的权利啦，咱你家拢二三十年，咱大家拢所知啊，对。啊你咱讲安猜哦，即个所有的。咱的议员后摆吼，大家都急迫性的，地方大家也会拜托，你面对吼，安尼对吼，所有的程序委员免做啦。拜托老大，即个大家拢二三十年，莫惊倒退啦。
啊，都裁落啊，我都叫裁落啊，拢定掉落啊，人大家拢，人大家拢无意见啊。拜托，小尊重俩，小尊重，拜托，拜托啦，妈的啦。好，你讲起来，讲起来，哎，你们先讲另一个。大会主席了哈，陈议长，我无预设立场了哈。邱家进的议员的，甲陈镇南议员的，尤其港区的议员落差有一挂，所以我呢较感觉较好奇哈。啊，我要讲伫法治层面哈，法治层面就刚才讲嘛，程序委员，现在程序委员就是讲各政党政团派人来嘛哈，甲咱即会期的内容框在内底，过来回馈哦，伊的议员同仁嘛，伊也是在做攻防嘛，对不？人家这个资料，这个会记要公家，大家提灯也是要准备嘛。啊，你这边呢，为了避免突击性的裁判，过去的惯例未必是对的哦。我感觉新的议长要有新的思维，就讲咱边边有行政机关，啊是讲因为其他的因素夹带，第一滴会议中干部经过程序委员，程序委员一刚提两枪嘛，伊把这个定调之后，拿给我们的同仁去做研究嘛。啊，这段时间咱就针对这部分做研究。你这边忽然间插一句吧，第一对这个背景我们不了解。好、哦，那很多行政机关可能啊，伊重要，伊外地程序委员提出来，伊内底兵荒马乱是夹带，安尼三省啊，程序不正义，所以我要甲议长讲，我无预设立场，我要意思讲，这是咱议员的权利，以后大家要开放开言，我无意见，但是安尼三省有一天啦，吼，有一天咱啊，会保持啊无来是忽然间夹带，还是讲外国民众接掌，伊嘛赶快来安尼情形，有可乘之机，对咱议会其实是无尊重，所以咱要建立制度无。你若程序委员定落去，咱就安尼遵守。这个会期，无咱迄啰临时会嘛，佮帮伊处理一个无要紧嘛吼。卖伫个安尼夹带，我个人是安尼看吼，没有预设立场，不是针对邱家议员，也不是针对陈定南议员，但是要注意，这个同一区的议员落差这么大，咱爱心中化待了。哎，吴王某吴月，哎，大会主席议长，哎，各位同仁吼，哎，针对讲程序委员这个问题啦吼，本身的看法啦，我来议会嘛十四五年啦，我相信真侪惯例。咱以早你同款，伫大会期间没有送进程序委员会，也是经过大会大家的同意，嘛是举牌啦，吼。啊，当然嘛有人会反对，嘛有人会，但是我是感觉讲，大家拢去思考看卖啦，吼。如果讲今仔日无我一个人提出来，你就加反对，即后摆大家拢会站起一个心结。啊好，你后摆你甲提出，我嘛甲你反对。安尼咁好，即个主要经过大会，啊，大家无意见。头拄啊，头啊，讲议长问的，我大家拢无个表示意见，啊，就讲好进入啦，啊，进入，啊，就大家来讨论嘛。上面反对拢无要紧，啊，恁就大家来在讨论这个议案的时候，大家充分来讨论，啊，就是讲议会好啊，唔好，无议会好啊，唔好，都去讨论安尼，应该是安尼较好啦，吼。因为我相信讲啊，大会你开，当然程序委员进前一礼拜就开，啊开一礼有时啊急迫性的案子没有送进来，啊咱大会有迄个时间，当信应该是爱共接受啦。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是爱安尼啦，吼、哦，啊比如说讲一定爱程序委员会，吼、哦，啊程序委员若唔开，啊程序委员若无有机会，啊几个唔都拢卖运作，没有这个道理啦。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好，邱远。啊，各位同仁吼，歹势啦吼，予大家困扰啦吼。我遮阁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啊，因为即件当时啊吼，啊有经过咱管务团队吼，在咱吴馆长担任副馆长的时阵啊吼，有针对真侪法令的部分伫做内部的讨论啦吼。啊，因为即届有啥有急迫性，因为涉及到庙要捐款，予咱县政府来起新的这栋大楼，要甲机关刷过南门河啦。啊，你即马。即届呐无顺势哦，入来咱大会讨论啊，那呢可能会追加减，会背负咱后一次追加减会提入来议会审查啦。所以要拜托咱这所有同仁吼，会当即案会当顺着入来大会讨论啦吼。妈，拜托大家甲妈祖大帮忙者吼，妈祖慈悲来保庇大家啦吼，谢谢。主席，至少啦，我感觉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什么叫程序正义嘛？有程序委员，甲程序委员搁招呼一下嘛。才拉入嘛，安尼体制才对啊，无咱都无要建立制度，无要建立制度啊。好啦，无也报再讲，到底要这个案吼、喔，要同意，不是我讲出论无？要同意，和来去来见证，和县政府无？无啦，我再讲出啦。也报再来决定啦。我讲啊，县政府下的人。
拢有欺骗馆长的嫌疑啊！谁讲的？馆长昨昏做一下，讲我伫地方有困扰，啊，馆长就答应，答应陈头先，咱个处长，讲你地方伫办，地方伫办迄个说明会，啊，甲讨论，甲再上来程序委员，程序委员会。馆长都是支持安尼啊，安尼陈头先是帮助什么理由？我讲，阮阮啊，馆长都支持，我讲，你地方办一个说明会，吼，所以叫做家己在管地方办说明会。啊，歹哦，真济议长，恁那摆就副议长，吼，其实呢，啊，甲我，甲咱的这个区家镇议员的这吼。我是不知道啦，所有的伊的要做的、要起的，县政府出地，啊，晋南江出钱，吼、哦，啊，这要安怎起的方案，啊，实在，我拢唔知啊，拢唔着地，地方是县政府负是咱的啊，咱监督的机构啊。本来下晡对本案的是再来充分讨论啦，我无是预设立场啦，就是要支持，要反对。啊，我叫你讲，我迄个主要先讲，以往讲的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啦。程序啊，好，对程序委员会哦。程序委员会，你这程序的是，你从少也是对程序委员会挂嘿，啊，程序委员会再人有同意无？哇！定时委员会是前一个月就开，咱即马大概开一个月啊嘛。伊这个时阵，伊这个案是甲即马才完成，甲这里刚刚才几办。对于案的吼案的伊的做法，到底咱要同意歹同意？拜托你啦，下晡再来充分讨论。吼，到底要同意歹啊同意？啊，再来决定啦。这啊，即马好几办，啊，目标是这个案就要决定啊，好不？拜托啦，啊，就先议定啦。有几个项目，你啊，礼拜一定要经过这天使委员会嘛。啊，咱阳光议会、天使委员会一赛，不是讲一定要经过，有紧急的、有必要的，在你的手头啦。你就是讲啊，关注天使案，一定要过，你都一定要过。你啊，就是免了过，你就个抵抗抵抗，议长大责任尔。好，我是讲你遵守你家的权责安就好啦，好不好？哦，明天会使，该未使。未啦，我也不敢越权啦，嘛唔敢占大家权利啦，所以就是对啊，对电视会较歹势，对大会来做交代嘛，哦，大会来公关，啊，再大会就安尼啊，你体谅一下啦，啊，就实际的讨论而已，看明仔决定再来处理啦，拜托来了无？就开会，甲这来结束啊，好啦，来，哦，好不啦？